这阵儿我在牧马山，牧马山大家都知道是成都的别墅区，这有一个叠拼的这种上叠下叠中叠的100多万100多平的别墅，比较好奇过来看看。看到宣传觉得是一个不错的厅，是个别墅，实际来看的话感觉更接近于洋房了，感觉落差很大。这别墅就是我后面这产品，18户，6层的，叠上叠中叠下。牧马山这个区域呢，前几年踩过盘，对这边很熟悉的那些别墅项目，有很多高端的别墅项目，但是这个项目看起来真的很一般啊，做一个了解吧。